黑森哈森，我可以进去一下吗？我是最棒的特技飞行家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桑尼。人的名字都有特色，像我就很简单，叫做卡尔森。现在拨在爸爸和屋顶上的卡尔森在就行了。哦吼吼！完了，这下妈妈要生气了。我马上就让这个东西开始喷烟了。先要检查一下锅炉的安全开关呢。如果说忘了检查安全开关，就可能会发生意外的。嘿嘿，哇！嘿嘿，你听，这才叫做吞云吐雾嘛！我是世界上最棒的蒸汽引擎工人了。